好，天花板程序还蛮简单的，我们可以移程先这样子，然后再由上往下，由下往上，再由上往下回来。好，这样就绑完了。那我们现在示范收绳，像收绳，我们已经绑上去了，以后我们的引绳不要拆碎，之后再搭会比较快。绳子先对半，对半之后再对半，再对半再对半。适当的长度，整齐把它绑起来，这样引绳就收纳完毕，下次拆开就不会打结了。现在示范折飞翔天幕，我就把它碰下，在地板把它拉平，就自动左右边对半。之后照着脚点，然后往前端折，就大概是它一半的距离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折，就是用我们的外带的宽。它等宽的时候，风口跳过去，能从同一侧，然后接下来一个就可以了。接下来从这里小折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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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折，尾巴的地方我们要做收尾的动作，打乱的地方往内折，然后再反折回来，那一块布就整齐收完了。好，在装的话，我们软的东西喜欢放在下方，我们可以先放上我们的布幕。然后再放进去我们的银柱，然后还有剩余的空间，我们可以放上我们的银钉跟我们的银绳。好，拉链拉靠近之后，把拉链拉起来，再一道天幕收纳就完成了。